于途，你有时间吗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可以啊。你现在缺女朋友吗？如果缺的话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我暂时不想找女朋友。为什么呀？你怕耽误学习啊？可是你每天打球看课外书也没影响你学习啊。不是因为这个。那为什么呀？我又没哪里不好。抱歉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总要告诉我原因吧。对不起，我以后想找一个能和我一起努力的人。